我们请德云社的演员孙越、高峰来表演一下这个小品《拔牙》。有请。那是说你往这一坐，你是个干什么的呢？各位，您不了解我，我是一个牙科专家，专门治牙病的。那时候不相信，不相信没关系，你往我这桌子上看，这写着呢，两个字，大夫。证明我呀是一个妙手回春的牙科专家。常言说得好，牙疼不算病，可是疼起来要人命。所以说这个牙疼啊，对身体是有影响的。每位牙疼赶紧找我来拔。我保证是手到病除。我这牙疼啊，这个拔下这个坏牙来呢，保证您身体健康。我这还得上医院瞧牙去。哪位牙疼？哎呦，我这不，哪位牙疼啊？这有牙医啊。我是牙科专家。哪位牙疼呢？找我来拔。这肯定比医院便宜啊，这个。保证手到病除。就这儿拔吧。哪位牙疼？您牙疼不疼？大夫。哦，牙不疼啊。疼了找我来。大夫。哦，您牙疼啊？大夫。吃东西呢是吧？这一定有能耐。喊三声都不答应吗？您牙疼吗？大夫，牙不疼。大夫，动物园门没关严。哎，哪位牙疼？大夫的。哟，您半天了，是个人呐。我牙疼。您怎么着？我牙疼。哦，牙疼啊，牙疼。牙疼，您找我来了。哎，找城管也不管呀、啊。说话很讨厌，不是找您了？问问你吧，啊，这个牙你是打算治好了呀，还是打算留点根儿解闷呢？这叫什么？您这不开玩笑吗？嗯，没有这样的。我开玩笑，你开玩笑啊？牙疼找城管干什么呀？得，赖我，找我来就对了。我治根儿，保证手到病除。哎呀，我谢您，谢您了。你这个牙呀，啊，依着我拔了去吧。哎。什么就拔了？您看看我哪个牙，你听看。不用看，拔牙一劳永逸，甭管哪个牙，不要治，拔掉最好了。哦、拔下来这儿疼，你那儿不疼了，拔着就没事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您得把疼揪出去。哎，对了。哦，那行那行，我给你检查检查啊。哦，您先检查检查我的牙怎么样，能不能拔？检查检查。哎、您查查。张嘴。您这什么？怎么还识字儿的？给你换平头的。哎，别，就识字吧，识字吧。张嘴，我检查检查。哎，您查查，您查查。哪疼？您说的全懂。你怎么都不配合呀？您别糊弄啊！您说哪疼？就这个，这个。下边。哎，下边。第几个？哎，这第三个，第三个。哎，这个。啊，行。哎，这疼。拔了去吧。哎，这那拔吧。哎，拔牙。我问，嗯，您拔牙多少钱？不贵。多少钱？1.6。1.6，对，您上医院才几块钱啊？您这就1.6，您便宜点，这拔牙还嫌贵，这便宜点儿。你说说，你给多少钱？说清楚喽。你牙疼啊？哦，他是牙疼。说清楚多少钱？要1.6，给8毛，就8毛，给8毛哈。啊，这别拔了就，掏钱。哎，这您能，1.6给8毛你也拔？哎，这就力气活嘛，给钱，力气活，给8毛，那都给您，保证你牙下来就马上不疼了。那、哎、给您钱，那就行了。哎呦，稍等一会儿啊，这还是便宜，主要是，哎，流动性比较大，1.6给8毛也快，不就拔个牙吗？这是嚯，来。我您等等，拔牙！我说您这，您这是拔牙，您要起钉子这是？拔牙呀！我这么大家伙事儿的，8毛钱拔牙就这么拔。8毛钱就问他啊？那当然了，您过来。您这不疼吗？放心，不脚疼。不脚疼？不脚疼啊？这我脑袋疼也不行啊，这。夹住了啊！哎呦！哎呦，哎，你这还没我牙结实呢。再掏15块钱，
干嘛呀？我得买钳子去。您那不行，甭管怎么着，哎，我牙下来了。这牙下来了，咱这薄利多销，损失一工具，给你拔这个牙。下来没下来？还真下来了。哎呀，为了你还得买家伙去。八毛钱拔个牙也值了，我还毁他一钳子呢，是不是？哪位还拔牙？您就找我来。拔完牙不疼，回家了。手到病除。谁牙疼？我是牙科专家。您等会儿。哪位牙疼？您等会儿。嗯，你等会儿。我下边牙疼，你拔我上边一个吧。哪个牙疼？我下边牙疼啊。下边牙疼啊？下边1.6，上边8毛。我哪，你早说1.6不就完？您说你拔我拔一好的去，就给8毛，咱就按8毛钱的拔。那我拔1.6，拔1.6，下边疼啊？这下边掏1.6，您去。哎，真行着，这真是的。哎呦，哦，这就行，这回放心吧。啊，那钱都不用了，啊，那也用不了了，啊，也坏了，我知道。稍等一会儿啊，1.6有1.6的拔法，注意。过来，您上这边。1.6拔法。哎。您还拿电钻似的吗？对不起，没那么些电钱。咱来这个叫套拔，套拔，哎，给您套上拔。我倒一拔拔一套呢。行行啊，张嘴把那花牙给你绑上。还绑上，怕跑了。绑着吧。是这个吗？是。绑对了哈。对。哎，好，走。哎。这边来来，你们老让我满处溜啊！这边来来，拴好了啊！还拴着，来拴上啊，拴上吧啊！哦，拴好了啊！哎，行了，您啊，您在这待着啊！哎呦，给你来点药啊！哎呦，这1.6还给药呢？那当然了，您这什么药啊？麝香。麝香？对，麝香怎么不香啊？还没拿火点呢。哎。你还拿火点？对，一会儿给你一个火啊，接过去往这个药面上一杵，药味一出来，牙当时就掉了。我看你不提点啊。哦，这里有一个烟头。哦，你往上一杵，药味一出来，牙当时掉了。现在先别杵，等我走远一点，后果自负啊。不是，您干嘛还走远呢？各位，这是炮药，自己放炮玩吧。我走远点啊！3、2、1，点！哎呦！各位，手到病除，这就叫套拔。看看咱这个牙，哎，让你说这牙下来没下来？那还真下来了。下来了吧？我这脸怎么办呀？谢谢两位，辛苦了啊！两位都喜欢看春晚吧？太喜欢看。准备什么时候上春晚？去年。结果没上去。好吧。这个新年也到了啊。对。两位老师演完之后，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要和我们讲一下？新年到了，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大发财源，阖家欢乐，春节愉快。好，谢谢两位。来人呐，送孙老师去洗脸。